后面就要准备进入结尾啦，那为了保护没看过进击巨人的观众，请大家不要在留言处把后面的剧情或者谁才是巨人给透露出来。那如果说有剧透的留言呢，瑞德会把那个观众的账号给封锁啦，保护大家的眼睛。听说剧透会变成奇形种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ed， 欢迎回来进击的巨人啦。那我们现在又换回到艾尔敏身上了。可是艾尔敏根本就不适合战斗啊，第三章第四话在森林的入口处，所以后面是森林哦。我拿一些东西好了，我们要阻挡这些巨人进到森林里面啊，没问题呀，去死，超痛。可是这边比较麻烦，因为这边没有办法用机动装置啊，没有树木或是建筑物给我抓，只能抓巨人或骑马了。确实，有求救信号，救人救人救人，马儿来，马马马马马，快去救人，克里斯塔女神，金发女神，我来了。这个屁股好大哦，天啊，这个肥宅恶心，去死，没了，成功阻止巨人进入巨大树之身。这个有个绕口的哦， BOSS 出现了，我好快哦，怎么几只啊，旁边跟着三只啊，你说打麻将是不是？莱娜你没受伤吧，你嫁给我好不好，等一下是可以这样趁乱告白的吗？硬哦，砍了5000多还是不痛不痒，要砍两次，没了吗？现在变成三缺一了，刚才四个刚好打麻将啊，被我砍死一个。女巨人在干嘛？他在干嘛？哦，他很崩溃哦，麻将没得打了，这么崩溃。叫这么大声，这妹，哈哈哈哈哈！你想吓我们？吓屁吓！エルヴィン、ニオゾ。哦，方角は。他闻到了。全方位から多数。到处都是啊！惨了！哈哈，全部冲过来了。所以他刚刚那个叫是叫他们过来帮忙吗？跺脚哎，好可爱哦！哦，兵长要一刀全部吗？对他来说，砍这些巨人应该是跟切菜一样吧？哎，他怎么咬他？针对那个女巨人，所以他们不是要救他，他们是要吃他、啊，好吃。看到女巨人身材好，全部都冲过去了，真的是有够变态的，这些臭肥宅。所以我们要改保护女巨人啊！来一个，我砍一个。他记住他了，兵长。
拆他的手了啦，他手都被拆掉了，阻止不了了啦，他摸牌的手被拆掉了，要撤退了，撤退咯，这么多只打不赢咯，其实我觉得应该打得赢啊，因为他们人数还那么多，我们失败了。我靠，这个翻译真的是有够我靠的。难以置信。哦，他是要让自己被吃掉，然后就他是从拿骨头吗？就是他被吃掉之后，大家都拿不到他的情报了。所以接下来又轮到艾伦啦，要护送他，其实要护送他离开啊。哦，兵长，奇怪啊，谁啊？一个蒙面人，哎、欸，不要啊，哎、欸欸，他砍自己人呢、欸，死了吗？你死了吗？不要停，進め！所以那谁啊？女巨人？这还是大波波？来互相伤害啊？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翻译特别好笑啊？来互相伤害啊！这个是谁啊？哦，他变身了。所以他是女巨人，然后他刚被吃掉，只是逃掉而已啊！惨了，追过来了 ！Oh my god！ 所以我们跑得赢他吗？我觉得我跑不赢他哎、欸！艾伦要变巨人吗？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我要砍死你！第三章第五话，选择和结果。我觉得这结果应该不太好啊，要破坏女巨人四肢中的两只，所以要把他脚或者手砍掉。我可以砍他捏捏吗？捏捏感觉很硬。嗯，好硬哦，这也太硬了吧！大力金刚腿啊！金刚腿了，哎呦！哦呦！我们的艾伦要帮忙啊！你不信任我们吗？我不是不信任你们啊，我受够了，我要战斗！耶、yeah! 哦！我踢他踢我一下都快残血了。等一下我补一下，我补一下，不好意思，我补一下，喝一下就好。不要踢我，不要踢我，有话好说。我知道你是大力金刚腿，但是不要这样。不要离开我们身边，互相伤害啊！啊！不要伤害我！哎、欸。成功了吗？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他倒下来了，我继续喝。天哪！哦，他好聪明哦，不愧是人变的。我要砍死你！他把自己靠在树旁边啊，他就砍不到他的脖子，砍他捏捏也没用。呀！哦，手放下来了。好健壮，这个女泰坦不简单啊！所以她要变身了吗？吃我一棒哦！被吃了，呸！难吃，呸！赏他一个难吃印。难得哟！你不是说要互相伤害吗？惨了，他该不会死吧？不会吧，佩特拉要死了！快走哦！啊！这个画面好像我平常在踩蟑螂一样哦，佩德拉死掉了，马德，哇，美工刀断了，死光光啊，一个回旋踢啊，哎，都是艾伦害的，大家像小虫一样被弄死了。你死定了，所以要变身了。好好好，巨人打巨人，帅！我揍死你！啊！不要以为你是女生，我就不敢打你啊！讨伐女巨人，我好的戏，确实屁啦！他重他现在500多而已、欸，耶！惨了，我打他不痛不痒哎、欸！干嘛？你不要踢我！
不准踢我。我可以回血吗？他好强哦！有话好说，大姐，有话好说。我暴怒攻击了，去死！3000多，通通通通通，再来再来再来！啊，你很嚣张是不是？屠杀！哈哈哈哈哈哈！直接暴气啊！屁啊，他回满血了。哎、欸，你这样不对吧，大姐？你这样回满血，我怎么打、啊？你叫屁叫哦！啊，你会变异了不起哦？虽然说我也很想学变异呢、啊，可我们的艾伦没有小鸡鸡，没办法变异。哎、欸，干嘛想踩我啊？暴怒攻击！哈哈，痛吗？啊，会痛吗？是不是会痛？对不对？去死！好 ，OK， 简单，就是要把我们的艾伦打到就是残血，他就会暴怒了。我要把你吃掉！要把你撕成碎片！我要把你捏爆！干什么呢？你站起来干嘛？站起来干嘛？我看不到了。耶、yeah, ，打赢了，弱弱，青光眼。哦，闪过了。感觉女巨人有学过格斗技哦。我们的艾伦都在乱打。哦，哇，腹部攻击。女巨人吓死了，吐舌头，可爱。她下巴脱臼了，两个人都没力了吗？感觉是艾伦没力了，打个几拳就没力，但是她吓死了，嘴巴张那么开。哦，哇，话还没说完哎。一个回旋踢，树倒了，我的头也不见了，屁啦！哎、欸，你这样不对吧？哎、欸，米卡莎来了，你最好了，哎、欸，他把吃进去了，哇！米卡莎刚好看到这一幕，啊！一踢头就爆了，这怎么玩？一开外挂哎、欸！我就说嘛，玩游戏再卖力，还是赢不过设定好的剧情啊！艾伦死光光了，我们兵长过来了，要去追他，砍死他！米卡莎踢笑了，等一下，等一下，这样看起来是。我们兵长 比米卡莎还要矮吗？艾伦は死んだのか？说明艾伦死了吗？生きてます。目標には知性があるようですか？兵长比米卡莎还要矮，他太矮了吧？死んだ潰さず、目標はわざわざ口に含んで逃げています。所以说女巨人没有把艾伦杀了，就是把他吞了绕跑这样。なぜ目型を仕留めることは諦める。目标清楚了，不要试图杀死他。エレンが生きていることに全ての望みをかけ、必须要让艾伦活着。やつが森を抜ける前に救い出す。逃离阵营前把他救出来。好，我来下刀。了解。不要走啊，女巨人！啊，你跑得够快是不是？第三章第六话夺环，我们要把我们的艾伦给救出来。女巨人正在接近目标，我这个时候就把你砍下来呀！啊。你把我的佩特拉踩死了，王八蛋！你居然暂时停止逃跑，你脚上的东西给我吧。给我！啊、OK。嗯。可以砍脖子了，可以砍脖子了，直接砍你脖子。想去哪里？啊？想去哪里？把艾伦交出来！结束了吗？讨伐巨巨人成功，死了吼，死了吼！艾伦交出来，他又挡哎、欸，你真的很爱挡哎、欸！
我们兵长砍他好像不痛不痒啊，手又放下来了，精疲力尽。杀了他！杀他！哦，你不要被一巴掌打死哎、欸！哦，扭到脚了。他砍他嘴巴，然后吐出来了。他是牛是不是会反刍哎？哎呦，还包膜！你知道外面包膜很贵吗？艾伦直接被包一个。还活着。哎呦！可是你们不要趁机把他脖子砍下来吗？自分の欲求を満たすことの方が大事なのか。你的个人欲望有比任务重要吗？哦、他没事了，反正艾伦被救出来了。他在哭哎、欸，他为什么在哭？他哭屁哭哦。艾伦。メガト。逃した。他死了。なんで。みんな一体作戦は。全部死光光。もうじき壁につくから。早朝から出てったと思ったら、もう帰ってきたのか。たく、こいつら何しに行ったんだよ。我真的觉得调查兵团很可怜。出去的时候被当英雄看待，然后打输回来呢，大家都冷嘲热讽，看不起你们。哦。只有小孩是这么天真无邪，就跟艾伦小时候一样。虽然他现在没多大。リヴァイ兵長殿、娘が世話になってます。娘に見つかる前に話していることが。娘が手紙をよこしましてね。父親としてはですな、あいつもまだ若いし。他女儿是谁？今回の遠征で犠牲に見合う収穫はあったんですか？死んだ兵士に悔いはないとお考えですか？为什么要问这种屁话呢？真的是哦，屁话人，你这种出去打。今回の壁外遠征にかかった費用と損害による痛手は、調査兵団の支持母体を失墜させるに十分であった。调查兵团声望大大降低。エルヴィンを含む責任者が王都に召集されると同時にエレンの引き渡しが決まった。我要死了！你要被杀了！救命啊！他胸部好小、哦。他长得好像米卡莎哦！不要踩我！不要！吓我一跳！